大家好啊，咁啊，利昌镖行今日咧翻咗两只好嘢啊！阿华哥听闻呢一只咧，哇，今年翻唯一一只啫喎。系啊，呢只陶瓷嘅黑客 Omega 呢只啊，哇，呢只黑客啊，好犀利啊，全只黑啊，黑陶瓷啦、啊。咁啊就 C Master 嘅黑客啊，公价几钱咧？公价就70,000+。系啦、啊，咁啊有冇折啊？都有折嘅，都有折啊！好难得啊，呢只72,000，难得喺香港出现，再加上难得有折扣，咁有兴趣呢只 Omega 嘅黑黑啊，可以落嚟利昌镖行睇下呢件实物嘅。咁啊，啱啱今日啊，新鲜滚热辣翻嚟，仲有另外一只啊，亦都系好少见嘅熊猫 ，Sanif 个熊猫，咁啊。鋼殼鋼帶啦，咁呢隻當然係用 El Primero 嘅機芯啦，咁啊公價就係74,500，亦都係有折扣嘅。有，一定有啦。係啦，嗱，一次過同大家介紹兩隻好罕有嘅腕錶啦，亦都係第一次翻到嚟利昌錶行嘅，有興趣嘅隨時可以落嚟睇下。呢兩隻錶嘅 ，OK， 就介紹到呢度，拜拜。拜拜。